看完今天的比赛，非常开心的告诉各位，今天是天空如洗，天气情况几乎完美啊！现场的观众情绪也是同样完美，每个人都沉浸在这种高涨的气氛当中。让我们一起来看这场精彩的比赛。天气好，比赛自然也有好心情。相信在这种好心情当中，比赛是绝对精彩的。透过美丽的画面可以看到，这里就是我们熟悉和喜爱的老特拉福德球场。巴西国歌的旋律萦绕。